感觉咱两个人的比例一定就好。你是不是看到鬼？你有看到伊？麻烦你打电话给我。啥鬼啊？那是藏 B 路的相片，招桃花哦。我咧找迄个查某囡仔鬼，你身躯顶是安怎迄个查某鬼味？你看你，人烟斗，你看哦，那是为着要追到你，才来到这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那一定要高调，明仔再进行。检出这个叶志成的 DNA， 快点回信。要想办法把报告提到，莫让叶少峰会当贴破你的身份，安尼唔着好啊。搞好我注意就好啊。今仔日真多谢大家来祝福，温顺进行，甲亲亲的订婚，以后叶志文都是锁匙啊，业界金库，都只有你才会当拍开啊。先莫袂乱来，我在正规，咱做我一代志。你利用掠钱破病来做借口。其实你想要跟伊继续交往，对无？妈，吴雅婷的生活，这是我要过的生活。我爱留伫个山顶，甲伊做伙。你若真正打算后半世人要困伫遮，安尼我嘛无法度接受。你要下班啦？嗯，谢谢你哦。拜拜。喂，头家娘啊，就安怎无啦？哎，我看我去送你病院甲保险啦。我这身体都是安怎啦？来，金库到手，等会见。大哥，我虽然病，按甲报告不能结婚。在今天保救车上无半点钟以上，快去等伊现场，团时间哦，卖让业界人气坏。领导，位置内面有条秘密通道，行到秘密通道才袂够的。病院的比对报告已经出来，你根本就不是叶志成，你到底是谁？是安怎要叫做我的小弟？要紧，你来到婚礼现场。淘气。